我来祷告，把荣耀归给天主教会呢，欢迎大家到来。那么大家一起呢庆祝呢耶稣的诞生。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呢经过片刻，向大家一起呢去欣赏呢精彩的圣诞剧。那么一起聆听呢美妙的圣诞歌，而且让我们的一起呢能够举心呢向上祈祷。那么求天主呢加给我们在座的每个人，每个家庭呢能够平安快乐幸福。啊，谢谢大家。 谢谢神父为我们的致辞。接下来，让我们欣赏由东区圣咏团、青少年团、小天使儿童圣咏团以及儿童道理班一同为我们演出的《耶稣诞生的故事》。 让开！看到天主的王来了，还不跪下！天主的王驾到！
Hele de wonderen, hele de wonderen. Hele de wonderen. Thank you.
对加贝尔天使说 Gabriel Gabriel 你听着我要派遣你到加里勒亚纳泽勒去你去向童贞女玛利亚宣告我将借着她生下我的独生爱子耶稣他将把万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Gabriel 你去吧于是天使加贝尔奉天主的差遣去对玛利亚说万福充满圣宠者上主与你同在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玛利亚却因这话惊惶不安便思虑这样的请安有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看你将怀孕生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达味的预作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国家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结玛利亚说看上主的悲悯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天使便离开玛利亚而离开了天使在梦中也显现给若瑟说若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吧因为那在他内受生的是出于圣职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若瑟从睡梦中醒来就照上主的天使所嘱咐的办娶了他的妻子玛利亚Thank you.
历经艰辛的旅程，玛利亚分娩的日期满了，生下了她的头胎男儿，用襁褓裹起来，放在马槽里。荒野中，天使带来基督降生的喜讯，给一群正在看守羊群的牧羊人。东方有三位贤士，他们在天上看到一颗星，他们随着那颗星来到白冷城。牧童按着天使的指引，找到躺在马槽中的圣婴。东方三贤士献上黄金、乳香和墨药，俯伏朝拜圣婴。这天大的喜讯很快地传扬出去了。2000多年来，救主的恩宠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今晚，我们以感恩、喜乐的心情向全世界宣告，救主耶稣基督诞生了。God with us.
同为我们演出了耶稣诞生的故事，也感谢这个所有在幕后付出的工作人员，让我们大家再次以掌声来感谢他。